66次是由广州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，运行时间为8小时整，发车时间是10点，到站时间是18点，全长2298千米。G66 次列车停靠车站有广州南站、长沙南站、武汉站、郑州东站、石家庄站、北京西站，共6座车站。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铁路沿线的风景和地形地貌。广州南站，长沙南站，武汉站，郑州东站，石家庄站，终点站，北京西站。谢谢观赏，请关注和点赞，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交流。